三边替三分头，这个在捷运站那边，三分头的光头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说他光头更短嘛，光头就是就光头。三分头就好了，没关系，我昨天只光头。三边天气不能剃光头。反正今天我就是从贵人开始洗。再来讲这种轻松的，这是第三次，比你们轻松多了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快哦！好爽！真帅！你戴假发？先这样照一张啊！这样帅，这样帅不帅？怎么样？感觉怎样？大概是五十岁的样子。拍到前面有照到镜子啊？发现比较高的，随着你的年纪，它就会慢慢消失。八二。那你要不要去？你要不要加薪？还久啊，我们再等一下，我们还可以等吗？十月很赶。不是我不敢，到时候要再花一百块。哦，是，除非你帮我出这一百块，我没有，我帮你直接帮你去，我直接帮你直接去就好了。风好大啊！应援该不会袋子没有戴帽子，他包包也戴帽子啊？没有吧？应援你有戴帽子吗？他没有帽子。我说他该不会已经准备好了？磨屁股，好像一部，好像这边应该再修一下的。好，来，谢谢。还有个帮手啊！好好看，好看。别生死他了，走啊走啊，关掉啊，拜拜。